奇，生活有趣味，欢迎亲爱的观众朋友又搁伫个这时间准时来分享精彩的好戏。我是主持人燕萍，今日又搁迎来咱热天的第二个节气咯，叫做小满。伫个这时间哦，真侪人就会感觉讲真奇怪，那遮尼紧啊，热天就已经到了第二个节气咯。那其实咱这个小满节气哦，马上就进入新的阶段咯，热天的气氛啊，马上就来了。在这时阵啊，燕萍要甲大家分享一个保健的小知识。在这时阵哦，咱来注意身体酷湿，特别也是有一挂这款皮肤病的预防。在这热天的开始啊，咱来好好来准备，才会当迎接啊一个好的季节。当这部好看的《包公奇案之金车记》的故事哦，咱看到在发场顶头啊，上演了一场感动人的故事。原本林昭德哦是误会王秀珍，甲家己的老爸勾结来陷害家己，非常的生气。最后啊是解开了误会，而且两个人是伫个法场顶头啊拜天地。两个人的真情啊，真实是真感动人。就伫个这时阵啊，这个军令啊是声声逼近，敢讲这个王秀珍真正要目睭金金看未婚夫来斩首吗？伫个这关键的时刻哦，有一个人就出现了。这个人啊，就是包大人。在法场救走林昭德，讲要倒去定心审问，敢讲这个案情可以审得清楚吗？精彩好戏，咱赶紧来看落去。就是冤屈的，就是。可是因为我认罪杀人靠功名，是因为我认罪杀人靠功名。代理人啊，王秀珍在，你既要以化为正金，
可何物和林昭定做证明？有只因半暝在假山路后面乌乌暗暗，难以辨认，一丛金铁未尽。就是落在尸体旁边迄支，有错吗？大人，我的金铁并无失落，原无带回家中啊。依你所言，尸首旁边金铁不是你的？不是。那你的金铁在哪里？我的金铁就在会议内面。对，好，在。快去揭明金铁。是。会议内面找出两张金铁。王七清。在。这两张金铁。多一张你送伊林昭着当场引来，这张就是我的。林昭着在，你也当场引者啊？是。就是这张。啊！还有帮人听记了无？三月七三下晡，在那后花梅树下，身边有女婢。叫得啊哈好心，王七金在，你就暂时留下听心。是。金银不错，请包大人观看。王孙回禄四条，最近隔山四条，你还有话？
进，大家乱用金牌，四条怎么办？过你，过时了，下班。哪里去了？上了边关。哈哈。王府家人大到，大兄回来。是，大娘令王府家人进堂。来呀、啊！公堂传召有话问。黑心吊胆上公堂。参见包大人。包大人。贵下何言？何姓？何名？正是公来。小女子王小姐奴婢秋月。我是王府家丁，伊名叫张花赞。三位先生，您到皇园所为何事？我是小姐随身的丫鬟。今日早起，小姐讲想要去别花亭散心，我甲说春随行。哦。我是王府家庭那一日啦，我奉阮元妃王春之命，下到花园，找小姐啊！观看张飞战，鬼头鬼脑，一支箭飙英雄。来，来，将张飞战剑声压下，好心情。是，这个金梯你可认得？哦，大人，这个金梯是阮小姐的，三月初三黄昏，我帮小姐梳妆的时阵找无，专用了白色珍珠的迄支。认得清？认清了。看得清楚？看得准。无虚言。小女子唔敢欺瞒大人。是啊，我寸步就无离开个小姐，大人你一望便知。是我，这支金梯张飞战可曾见过？正是张飞战去首饰店买倒来的。你是讲这对金梯是张飞战从家乡带你买来的？是。是我暂且退下，带上张飞战。是。在，你可认得的这支金梯？阿姐，你咩金梯啊？我诶白金梯，白金梯诶。主事人生，禀报大人，小人我已经得清清楚楚，白金梯确实白金梯啦。大刀不斩，你在花园偷听小姐讲话。人才气实深，独是金梯过尽，天赐黄金，被雪村发现，便杀人灭口。今日开封府上，豪强还不好交根。包大人啊，包大人啊，人讲你啊体面无私，做官清净，再无凭无据，冤枉好人嘞，包大人啊，冤枉啊。是啊，包大人。迄伊手印双人作为证据，小小的轻体何足为凭啦？是啊，包大人啊，小人安稳守纪，哪敢害人呢？哼，包大人，这满堂连环奇哉，找袂出真正的凶手，你就随便找一个来抵消吗？凶手是谁？奴心还遍地，是红星，何必心急了？哼，原因就是林昭定，人人拢讲包拯恁的话阴间对话，你为何不叫雪村？
因为贬低啊，人心怎能服行呢？万安了然得听啊！啊！欢迎分别靠岸，明日再相识。禀包大人，王千金大到。大兄来。是，请。记过包大人。免了。谢包大人。令定退下。是。王千金，率孙年方几岁？与你生做相思啊。相差一岁，阮两人自细一同长大，唔相捌的人认为阮乃是假的。那你为救你未婚夫，什么事情拢愿意做吗？是啊，为你包大人要老家做什么事？方才四条之言，让老夫心生一计，不红一时，达不得，你愿不愿意配合？为救林大哥。就是赴汤蹈火，我在所不惜啊！嗯，真好，就有办法了。看路啊，那出一个替家金包大人啊，救了刀下之鬼。啊，这，嘿，有啦，嘿嘿，这事啊，只有我存在，我在，啊，无第三人在。对，免惊，那你讲啊，包做鬼心事，唔惊鬼拍门，唔惊。哎，家老点名，叫啥？我伫遮。丢盔斩有啦欸，听你的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哦。金珠小哥啊，我乃是地球人。金珠小哥啊，你是哪位的人啊？你是地球人啊？我嘛是地球南乡祖家人士啊。你是南乡祖家人士，我
我是南洋张家庄。啥？你就是张家庄的？安尼算来，咱唔算同乡里啦。嘿，同乡，同乡，同乡啊！今日在此相会，算是三生有幸啊。阿姐，哎呀，不幸，不幸。怎样个不幸啦？金富小哥啊，这淡薄银两，富小哥你买茶，以后啊，要是要小哥，多多照顾啊。哎呀，家己的乡亲摕来银两，安尼个无真歹势。假是欠少发的，等，那无啊，来，我加提我去，加提我去，来。变啦，那无啊，我就将这银两摕来买淡薄酒菜，咱乡亲到乡亲，也好同饮一番啊。乡亲啊，那你讲家老来不是袂使饮酒，饮酒不是犯法吗？犯法！现在这世道啊，有钱使鬼下无，莫讲在家老来饮酒，迄就是那有女啊，将酒捧过包在银遐，迄嘛无问题。来，那无啊，加点关系，加点关系。哎呀，那我来去买啦。嘿，良心你对我嘞，情意当意，祝我幸福。那买来，我饮开醉醉，搁不知人嘞。哦，酒菜来了。哦，来啦。乡亲啊，乡亲啊，咱也着无醉无醉笑啊。哦，对，无醉啊，无醉笑。来，我敬你一杯。哦，乡亲，干啊！来，过来，乡亲啊，来，请。搁一杯啊？来啊！我啥不行嘞，请。乡亲，干。乡亲啊，今仔日包大人他是冤枉了我呢。包大人冤枉了你。我这马在包大人啊，就要办案。这案若是办了好，你若无代志，我就用蹲去啊。你若在包大人要办案，若无代志，我就用得蹲去啊。对啊。包大人啊，英明果断，绝袂冤枉好人。啊，做你放心。包大人办案英明果断。哎呀，要是要相亲，多多照顾啊！哎呀，家爹相亲，讲什么客气话，来，搁饮一杯。饮。搁一杯。但听了心轻松，但愿无事过了关，参香谢佛，多谢恩呢。乡亲啊，来啦，请。来，搁一杯。乡亲啊，干。乡亲啊，啊，你讲明仔在包大人要办案。安怎办啊？乡亲啊，你敢无听人伫讲啊？包大人威风天下震，会上天顶会落阴，只袂雪顺了内心，情中是怨变昏迷。可是雪顺伊死啊呢？我讲乡亲啊。今日案情搁多蹊跷，今日一
幸福连绵了，那是做几时间起心会跳，我哪分袂搁家己鸟？娘亲啊，来，搁啉，搁啉。来啦，哎呀，无醉无醉笑嘛，啉。娘亲啊，干干。娘亲啊，我会醉了。啊，醉就好醉，一杯啉不了嘛。干干。啊，娘亲啊，我会无法的啦。你真正无法嘞？醉啦。你醉啊？醉啦。醉啊！啊，无先蹲来困啦哈，明仔我再来给你做啦哈。娘亲，娘亲，娘亲，哎呀，保定呀嘞，所以干你，俗话大话个变心老啊，大春呐、啊，大春包大银。吊你心，你买三分，我来个四分钱，买你功德，还加你做，逢年过节酒吧个豆干汤。
看看我乃是什么人。哈，你王千金，杨百战，你的口供在此。哈，你。还不精心交代。哎呀，包大人啊，小人确实冤枉啊。杨百战，你看，你的供词在此。好。杨百战，你吞的场乃是假，真的在此。好。啊你，杨百战，你最近可惨，还不快快精心交代。哎呀。包大人冤枉啊！张百战，你真是无见官杀不掉泪，掉好！哎，是什么恩情？是。张百战，你莫再害命。计乎他人，最近客山推出我们斩首示人证。是，包大人饶命，包大人饶命。几条？你贪赃枉法，还有何恩？哎呀，专门包大人带领皇亲之命啊！住口！心急红心，苦将难，大官开封，他们贪赃，一命别命，定冤案，各官难应，罪交将。铁钉带，他好心相化喽。是。团练交定，王仙金进等。是。对，包大人要练交定，王仙金上阵。来呀！参见包大人。罢了。谢包大人。林教定在。真相大兵，张百战已经进犯。王叔金坚贞故乡，精巧苦计。十八两黄金带回去，即日还清华证。多谢包大人。
亲爱的观众朋友，今日的精彩好戏啊，咱就先看到这。唔知这部《包公记》啊，是金车记的故事，你看了感觉有意思无？明仔影片会继续为你将这剧情啊继续分享落去，会记得继续来收看咱的看戏节目。如果你想要知影阮节目个啊精彩内容，或者是来个影片讨论你看戏感想，会记得赶紧来关注咱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 QQ 群。来教阮讲你的看法，好，精彩好戏，逐日拢有，咱明仔相款的时间再会。